强烈建议德云社和赵家班联手出个团综，绝对媲美春晚。我有这么些汗吗？我啊，你看，赵本山携弟子上演史诗级交响乐，个个都是表情帝。郭德纲、张云雷、陶云胜三人连场小曲画扇面，画了十几年的扇面终于完整了。这一幅扇面，子孝孙贤，郑子棋砍柴不做刀砖，俞伯牙受爱情指引弹，小沉香披华衫，吴范杀妻反同官，王熙凉卧病救了柳刚。看看人家这伴奏的班底，两位主演身价一下上来了。也只有陶阳能有这个待遇，换了别人根本没有机会和师傅演大双簧。头辫儿一撅，站在当街，谁给我鼓掌，我管谁叫爹。岳云鹏遇上文松，真的是双剑合璧，现场 PK 也是没谁了。来，文姐。注意我的表情啊！注意我的表情，搞笑，我们是认真的。从这开始啊，搞，哎，等会儿是搞笑，不是搞啊，搞笑。那我们是认真的。一名隐藏在德云社多年的刘老根交换生尚九溪，我是个来自东北的小老妹儿。来，大伙儿掌声不断，节目不断，让老妹儿跟你们上点酒喝。郭德纲这是开始反击了吗？直接把刘老根的乐队全换成了他的卧底。谢谢，一起活动起来哟！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来到德云社刘老根大舞台。你先等会儿再说，我问一下子，你们啥时候会的德云社的开场曲？你们几个都是卧底啊？要说你们两家公司没互相去进修，谁信啊？我们算是邻居，都在北京的前门大街上啊。他们站在那口，我们在这边啊。经常有二人转演员到我们来听相声，也经常有相声偷摸上我们来看人家。你看看这事闹的啊！